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奇趣蛋娃哦。哇，上面有可爱的女生，她的身边有好多小动物啊。小朋友们喜欢小动物吗？这个是小小宠物屋玩具蛋。小朋友们有没有养宠物啊？是小猫还是小狗还是小鸟呢？哦，一起来看小宠物啦！赶快打开看看，哇！它看起来像一只小熊，嘿，真可爱，非常的像佩奇的玩具小熊哦。看看图片，上面有没有它呢？我找到了，在下一行，这一只就是它，穿着紫色的衣服。两包糖果，小朋友们尽量少吃糖果哦，对牙齿口腔不好，对牙齿不健康。一张贴纸，接下来我们拆这个，汪汪队立大功。上面穿橙色衣服的狗狗，它又是谁呀？是路马，对吧？可爱的路马是拉布拉多犬，它的性格很温柔，特别的乖。小朋友们家里面有没有养狗狗啊？狗狗是我们的好朋友哦。好，哇，拆开啦！一包果汁软糖，下面都印着汪汪队的狗狗呢。咦，就是少了女生天天。哇，我们拆到它了，天天是飞行员，美国可卡犬。哇，它好漂亮，它的材质是软的，用绳子可以把它穿进去，戴在身上，或者挂在包包上面，放在书桌上面，都是可以的。共有六款玩具，小狗摆件是一个摆件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